报告部门报告，田主炮副炮，射前准备完毕。鱼雷发射前准备完毕。保水部门已经完成导弹射前检查。上级有要求，不允许我们首先开火。你等着，其他各舰将敌人分割包抄，开火。报告，我舰已经没有炮弹了。舰长，要不咱们突过去？ 看他能撑到什么时候。董事长，太危险了！各部门战斗部署，做好损管准备。是。警告这艘潜艇，它已经阻挡了我们正常的航线，让它退回去。是。看来有备而来。 加速前进，撞沉记号，对准不明潜艇方向，全速前进。好，外地潜艇无视警告，180号舰正全速逼向对方，距离是5海里。 撑不住了，声呐，继续保持跟踪。看咱们2006227上了没有？报告，180件报告，外籍潜艇开始下潜离去。 减速，声呐，继续保持跟踪。 向外界发出过警告吗？我们不是要在九号海域实施实弹演习吗？是啊，咱不开炮，恐怕他们不会走啊。命令180、266、227号舰迅速连成出击编队，在九号海域实弹射击。是。 其他各舰都跑了，我们赢了。我们绝不会再输了。北洋水师的悲剧不会再重演。这有点像解说词啊。不，这是我参加海军的理想，也是我的动力。我就不明白，你说当初北洋舰队的舰艇数量、火力、吨位都和日本差不多，那怎么就打不赢呢？ 你说呢？清政府的腐败，那是历史学家的说法。那你的说法呢？
他们丢了一样东西。丢了什么？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尚武精神。哎，你别说，还真是这理儿。哎，这一探讨到深层次的问题啊，你大学生的学识就显现出来了。哎，哎，怎么了？哎，你干嘛去啊？喂猪。哎，等我。首长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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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次撞潜艇的事儿是我鼓动的。要处分就处分我，这真的是你干的，胆子够大的。我们舰上插着国旗，不能叫他们视而不见。海燕呢？两军相逢，勇者胜，就得这样，就是要有战胜一切的勇气和决心啊！有你们参谋长的风头。同志们，咱们要把这次胜利啊作为一份礼物，为咱们陈司令员践行。咱们陈司令员呢？上调舰队工作了，正直胜负之。哎呀，你们休息吧，啊，走了。好，好。爸，你看什么呢？朝夕相处了几十年了，一旦离开，有点舍不得。看您说的，您到舰队当副司令，这儿还归您管，又不是不回来。我参军就在这儿，那时候毛头小伙子，血气方刚。现在老头子了，新老更替那是历史的法则，老的不走。我们这些年轻的什么时候才能成长起来？你说是不是？野心不小，怎么还想超过你老头子？爸，我呀只遗传了您的一半基因，将来我要是能当上舰长，绝对不会比您差。行了，你能把舰长当好，我就知足了。啊，我已经把你托付给参谋长了啊。爸，我又不是小孩了，用不着别人照顾我。你以为我会让他照顾你？我是让他严加管教你。哎，别说，你管理水平和军事经验，我不担心。我担心的就是你这文化基础比较薄，知道吧？看现在，舰队技术更新这么快，现在是设备等人，你这次都从优秀大学生里边招人了，你明白吗？我知道，我会努力学习的。我跟你说，我已经在电大报名了，您就放心吧。说心里话，我也挺羡慕这波大学生的。你说，他们刚入伍，起点就那么高，将来一定会有很好的发展前途。你能知道就好。站！站下！哎，你看，钟云海吗？嗯，少校，看看啊，看看多脏啊！来，我们队过去，一块过去吧。不不不，我不去。云海，云海，哟，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慰问风啊！谢谢。这是谁呀？陈岛水长啊，我在路上遇见他的，他顺路就给我带过来了。谁让你带他过来？你没事出去。这地方好像不能算军事重地吧？现在由我管。哎呀，你的权力舰长啊，啊？怎么，看不惯呢？我还告诉你，不是看你级别比我高，收拾你！回来，
现在我身上没有军衔了，咱们俩一样，来吧。袁海，袁海，你干什么你啊？对不起，啊，首长。袁海，我告诉你，想要上舰，首先必须要学会冷静，懂吗？干什么呀你啊？都当干部了，还这么冲动？你骂谁呢？谁当干部了？我就是一养猪的。早知道这样，我就不当海军了。郑元海，你怎么老这样啊？什么时候能冷静冷静？你要我怎么冷静？我现在还不够冷啊，都成冰了。哎呀，你说这些猪招谁惹谁呀？落在你手里，真够可怜的。别刺激我行不行？好了好了，说点正经的。我明天回家探亲，有什么要帮忙的吗？嗯。你要是有空的话，上我家替我看看我妈和我妹。放心吧，我会替你问候他老人家的。嗯，谢谢。哦，对了，到了那儿千万别告诉我妈我在这养猪啊。那我说什么呀？哎呀，你就说我训练很刻苦，学习雷锋，做好事，你就别说我养猪就行了。秀竹，哎，你不说要出摊吗？哎，妈，你先把药喝了。哎呀，我自己行，你快去吧。啊，不行，我得看着你把药喝完，快喝。呀，你千万别告诉你哥我生病了啊，别影响他工作。知道了，妈，您都说了一百遍了。谁啊？请问这里是郑云海的家吗？你是？我是郑云海的战友。啊，闺女，快进吧。快进来，快进来。阿姨你好。你好。哎呦，让你破费。没事儿。姑娘，你贵姓啊？我姓秦，秦思婷。你以后就叫我思婷好了。思婷姑娘，快坐坐，坐下。哎。阿姨。我这次回家探亲，袁海让我过来看看您。哦，你家也是中南的。嗯，思婷姐，来喝水。哟，你就是秀竹吧？嗯，我听你哥哥提到过你。真的？我哥哥好吗？挺好的。阿姨，袁海他挺好的，你们就放心吧。那行，思婷姐，你坐吧。妈，我出摊了。哦，快去吧。啊，小心点儿。哎，思婷姐，再见啊。再见。来，思婷坐。哎，秀竹还没有正式工作，在街上摆个摊儿。阿姨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是，会好的。来，喝水，孩子啊。阿姨，您身体怎么样了？挺好的，我挺好的。我去给你拿点吃的，你坐。哎啊，阿姨，您别忙，我什么都不吃。来，闺女。阿姨，这是袁海的父亲吧？是，去世已经15年了。哦，来，这个。袁海长得真像他父亲，性格也像。这孩子的性格太像他爸爸了，我担心总有一天。阿姨您坐，我去开门。哎，秦思婷，于继东。哦，对，于继东，继东，快进来。哎，阿姨，我来看看您，您身体挺好的吧？我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我怎么说的啊？又拎东西来，怎么拎来的再拎回去啊？嗨，我和袁海什么关系啊？您就别跟我客气了，来。哎，一凡呢？哦，一凡有事不能来，说代他向您问个好。哦，这都是海子的同学，隔三差五的来看我。比亲儿子还亲呢。袁海不在，我们照顾您是应该的。
快坐坐坐，我去给你倒水。哎，好，谢谢阿姨啊。哎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呢？我回家探亲，袁海让我过来看看他妈妈。哦，真没想到离开部队还能看见你，真是太好。我可听说你是当逃兵回来的啊。嗨，话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这叫人各有志。哎，晚上有空吗？请你吃饭。好啊。你是不知道，我是吐了又吐了，最后啊，把我上出海之前存的那点东西全给吐出去了，就剩下吐黄胆和苦水了。哎，要不然我下监这么多天了，怎么才来看你？我昏死了好几天。哼，笑什么？我跟你说，没准你上的舰还不如我呢。哎，那个魔鬼倒水澡没整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他真有两下，不是他把我绑那床架子上，我就冲出去跳海了。当时啊，有一艘外国潜艇跟我们较劲，怎么警告他都不走。你知道，我都紧张死了。咱们导水长沉着冷静，最后他终于崩了，撤了。我哪见过这阵势啊！照你这么说，这魔鬼还真有两下子。那是。哎，你不能再跟我说了。你这是老论金心呐，害得我不能安心养猪。你上舰那不是迟早的事儿吗？你别说，我在海上呕吐的时候还真想起你来了。哎，怎么叫海上呕吐的时候想起我来了？合着是我恶心你啊？不是，我是想，你说你在这儿多幸福呀，喂喂小猪，噜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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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哪像我们呀这么苦啊？真的，要多悠闲有多悠闲。哼。在咱俩换吧，你换吗？绝对换，真的。吹牛！我真的。你想想啊，这我要在舰上晃悠半辈子呀、啊，养猪不会让你养生吧？啊！我突然想起季冬来，你说他要知道我留在部队，结果是养猪，他会怎么想？喂猪。不会搞错了吧？人家袁海那可是能上北大研究班的高材生。哎，真的假的？你不会搞错了吧？真的，他真的被分配到基地去养猪了。那庭群呢？好像被分配到舰上去了。不会搞错吧？这想上舰的他。没上去，嗯，这不想上舰的他倒上去了，哎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想是在考验他吧，部队总不会招一个大学生去喂猪吧？考验？这都考验仨月了，还要怎么考验啊？哎，我听袁海说是鲁参谋长钦定的。鲁参谋长，我的妈！听见了吧？幸亏我回来了，要不然啊，不定遭什么罪呢。我看干脆让袁海回来得了，跟着我干，至少我不会让他喂猪啊。哦，对了，你现在在干什么呢？我呀，现在正在筹划一贸易公司，不过还在草创阶段。但是思婷，你相信我，以我的智商，不出两年，一定资产过千万。吹牛。哎。你说这话怎么一点都不结巴呢？老谭，老谭，老谭，哎，哎呀，我还以为是猪呢。吓死我！你怎么睡这儿了？怎么样，你那头母猪好了没有？折腾好了，在那哼哧哼哧的吃着呢。啊！哎呀！这猪身上怎么有黑圈啊？你画的？啊！你画那玩意干啥？哎，做个记号。这头不听话的猪啊，等宰的时候，
一定要由我来亲自操刀。丁亮，他腿怎么瘸了？我打的。你，排长，我想去开排务会。什么会？我是排长，要开也得开排务会。不行，我们帮开会，你排长你也习。 大家坐好，现在开会了。首先，我要对某些同志提出意见。这个同志对待养猪带有情绪，对猪的态度有问题。你这是批评我了？我没点名。没点名也是我，就我们两个人。排长同志，请你遵守会长纪律，有意见最后发言。好，你说。猪也是有生命的，他们也需要呵护和爱戴。养猪场的猪是公共财产，是军队的财产。 你打他们是破坏公共财产，破坏军队财产。你上纲上线是吧？请你最后再发言。好，你说。希望个别同志，别的，直接说我就完了吗？哼，希望排长同志能就此事做出深刻的检查，彻底改正错误。散会。我还没说呢。散会了。 这么好多平阳被犬欺啊，我还得给猪写检查。练习部署，基地作战处会专门召开会议通报。是。哎，怎么没见陈建军？他报考了电大，今天考试。哦，视力有紧迫感了。要想当好一线指挥员，光靠经验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已经远远不够了。好啊。 这种自觉学习的精神应该鼓励。首长好。这是基地分配过来的大学生，见习导水长谢廷群。谢廷群，第一次出海还适应吧？报告首长，正在加快适应过程。上个月你们舰艇在九号海域的行动参加了吗？报告首长，参加了。 对自己锻炼很大，尤其对我们大学生新兵来说非常有益。我正在加快各方面努力，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海军。很好，好样的，好样的！第一次出海晕得够呛吧？是，没什么不好意思的，慢慢就会好了。是啊。好，你们回去吧，就不要送了。 军委啊，为了加快海军现代化建设的步伐，准备组织一批军内现役军官到舰艇学院去学习。我们基地分到了一个舰副长班学习名额。哎，你打算让谁去？你的意见呢？你觉得陈建军怎么样？啊，我了解了一下，啊，陈建军为人正直，有管理能力，军事技术也不错。 在舰上当导水长，独立指挥一条舰没问题。从目前的情况综合考虑啊，应该算是最佳人选了。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，他的父亲是舰队的副司令员。哎呀，这个事儿拿不到台面上来说，我不否认这是一个因素，不过。 但就陈建军个人，这个小伙子不比别人差。你看看，军事素质、管理能力，样样拿得起放得下，对自己要求很严，很有上进心啊。可是他的文化程度偏低，是我们选拔未来舰长的致命弱点。哎呀，你看，正因为文化不高才去学嘛。哎，你刚才没有听见吗？他报考了电大，也想很快的赶上去。哎，对了，我说。 你不是也从一个文化不高的普通士兵干？你看看，当舰长、支队长到今天的基地参谋长吗？啊！时代不同了，咱们可不能用咱们那时候标准来要求今天的舰长。去这个班的，去了就得跟得上，出来就得能上岗，可不能瞎浪费时间呐。这件事情啊，还是慎重一些，演习结束以后再说吧。
送秦思婷执政，你是一滴水，浪花中有你晶莹的身影；你是一滴泪，回眸中有你闪动的真情；你是一句话，承载着亲人的叮咛；你是一个冰，固守着梦中的长城。有了你，我才有无悔无休。欢迎，怎么样？太妮回来了。回来了，还没有回部队报告，就来你这汇报了。嗨，那多不好意思。你一来就帮我洗衣服，来来来，我来。哎，没关系，马上好。哪能让你洗？怎么样，去我家了吗？我妈怎么样？向首长汇报：第一，你妈妈前段身体不大好，现在已经恢复好了。第二，你妹妹身体也挺好的，各方面也都挺好。第三，我在你们家看到了于继东和马一凡同学。他们让我向你转告，他们开了一家公司，邀请你回去当副总。我跟他们说了，郑元海同志宁可在部队养猪，也不愿意回去当副总。汇报完毕。你怎么能够跟他们说我在这养猪呢？哎，你只是让我不跟你妈妈说，也没让我不跟他们说呀。你太有才了。你说参谋长是不是知道你是郑毅的儿子，故意让你去喂猪的？不会吧，我瞒得够好的了。再说了，即便他知道，人家这么大干部，至于这么小肚鸡肠吗？说的也是啊，我现在知道你训练的时候为什么那么拼命了。父亲的夙愿，以前是，可现在不仅仅是。我突然发现我自己还是很热爱大海的，人家越不让我上舰，我就越想上。命。哎，对了，你这是第三年兵吧？是啊，时间过得好快呀。今后打算怎么办呢？什么打算啊？年底复员回家。不打算考军校？你想让我考军校？像你这么优秀的人才离开部队太可惜了，我替部队可惜呀。还挺会恭维人的。什么叫恭维啊？我说的是实话，好不好？鉴于你这么真诚，考虑考虑吧。我这么大脸呢？哦，对了，刚才给你洗衣服的时候发现了这个，你写的诗。啊，还等着你来看看，指教指教。嗯。怎么样？啊？不错，抄得很好。什么叫抄得很好呀？我郑云海就这点水平？真的是你自己写的？当然。那还挺感人的。是吗？后边还有，听着啊。为了你，我心中热血奔流。黄河汇入，那是母亲给予你的乳汁；长江汇入你，那是儿女给予你的甘泉。你平静祥和，你波涛汹涌，怎么样？汹涌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怎么不明白呢？我把自己比作大海里的一滴水，抒发我从军报国的远大志向。你看我这后边写的好不好？我把黄河和长江作为一个纽带，把祖国和大海
我紧紧的联系在一起。嗯，怎么样？啊，行，不错，挺蹩脚的。不，你刚才不是挺好的吗？对呀，是挺好的。哎，哎呀，好了，我该走了。不吃完饭再走？不了，我那边一大堆事儿呢。哎呀，行，那我送送你吧。不用了。我真是又想告诉你，又怕刺激了你。什么事儿啊？我们月底要进行海上编队导弹试靶演习。哎，你看，我就是怕刺激你。我不是故意的要跟你说。等会儿，我好像误导什么了。你误导什么了？通过这段时间，江喜子没日没夜的烦我，这些猪无时无刻不是骚扰我。你谢廷群三番五次的刺激我，我知道鲁怀成为什么要把我派到养猪场来了。为什么？历练我。历练你？历练我的意志，把我的浮躁消灭在猪圈里，把我的狂妄扼杀在上箭之前。他是这么想的吗？我不管他是不是这么想的，反正我是这么想的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哎，养猪也得需要科学，我们得科学的配餐。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不让猪吃菜帮子吗？这位同学说两句。我就是要提起猪的食欲，食欲强烈了，加上我们的营养配方，这猪不胖都难。这位同学，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呢？我查过书的好不好？你要这么吃，你比猪还胖。神经病。喜子，今后我会对你的猪好点儿，用不着跟我整这套。老白，过来坐吧。怎么，不会是鸿门宴吧？老白，你一个大学高材生来这里喂猪，应该说是屈才了。哼，别说你心里不舒服，就连我心里都替你抱不平。但是，英雄多磨难嘛，这也没什么不好的。这些时你变了，变得，反正你变了。你这一变，我觉得我们该分手了。你怎么觉得我们要分手了？你到猪场第一天，我就知道你是受领导重用的人。鲁参谋长这个人，我可知道，他要重用谁，就会跟谁过不去，跟谁较劲。你一大学高材生来这里喂猪，他怎么舍得呢？再说了，他要招一个喂猪的，用得着在百里挑一个大学生里招吗？所以说，你的刑期快满了。这杯酒，是给你送行的。你别整得自己跟个领导似的，好不好？你要是领导，你把我调到舰上去工作。如果需要帮忙，我一定会。哼，喜子，我对你的猪那么坏，你凭什么帮我呀？因为我觉得你不是个一般的人，你是个当舰长的料。哼。这话我爱听。老白，我给您讲个故事吧。几十年前，有一个兵离开家的时候，告诉他妈妈，他的理想就是要在部队里提干。
他妈妈说不，我不需要你有那么高的理想，我要你平安回来，回来看到我就是你的理想。后来在一次海战当中，他不慎落水了，没有救生衣，也没有淡水食物，有的只是他妈妈当初那句话。他坚守了这个理想，一天一夜以后，终于被战友救了起来。他活着回来，并且见到了妈妈。再后来，他当了舰长。这个故事一直在我们部队里流传。几年前，我们舰长把坚守理想这句话送给了我，而今天，我想把它送给你。老白，只要你坚守理想不放弃，就一定会看到希望。你怎么想着把一个大学高材生塞到我们后勤部来呀？我平时不抽烟，这中华烟，部长的中华烟我得抽一颗。那就抽吧。哎呀，你说这个高材生就不能够养猪啊？醉翁之意不在酒啊。你说说，他在猪场表现得怎么样？开始有抵触情绪，嗯，现在稳定多了。搞起了科学养猪，很见效果啊！每头猪平均每天能长1斤多肉，这有文化就是不一样，点子多，饲养也超前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高材生搞后勤有好处吧？呵呵，你是来真的啊？我马上给他下个后勤助理的命令。哎，你可不许吓唬我啊！哼，报告，进来。龙王山国防通信线路被不法分子盗割，对上通信全部中断，已经派人去抢修了。报案了吗？保卫部门会同地方公安机关已经去现场勘查了。通知保卫处长和通信处长，部队马上要演习了，让他们一定要保证线路的绝对畅通。是。哎呀，这条通信线路处在人烟稀少的大山深处，据说已经是不止一次被人盗割。部长啊，我得找你接个人了。哎，组长，参谋长这是让我们执行什么任务？不会是让我们去野外生存吧？这野外生存训练跟我喂猪有什么事？你干嘛非要把我弄来？参谋长说了，说我所犯下的一切错误全都是在猪圈教的，必须得找个垫背。那是你啊，算我倒霉。健康健，健健康，上去，队长，报告处长，集合完毕，请指示。放心，是。下去。首长，啊，请，请指示。同志们，请稍息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们要在没有一粒粮食的情况下，靠野菜野果为生，来完成一项特殊的任务，保护国防通信线路的安全。任务完成以后呢，我会派人来接你们。有没有信心完成任务啊？有。
林永海到。陈烈，带钱了吗？没带。把鞋脱下来。我们虽然是海军，但未来的战场上难免会遇到生存问题。我可以实话告诉你，这一次我练的就是你，别人是带你受过。你要是给我惹坏一个人，回头找你算账。你就不怕我占山为王不回来？那我就在进山剿匪。青春描绘你黄金海岸。